在后礼拜一就是西洋的情人节，他们享受爱情的同时，嘛会给你保护家己。因为根据疾病管制局的统计，咱国内艾滋病感染者已经超过20,000人，而且是愈来愈少年。去年就有一个13岁查甫囡仔感染着艾滋病。抽血就知影，敢是艾滋病带源者。台北市内病院去年1500位民众来检查，其中80%是男性，67位检出感染着艾滋病，大多数是因为阴蒂性行为无用保险套，男性参男性之间。口交的部分，一般人会觉得那个会没有机会得到，那事实上面在研究的报告里面，它还是会被感染的。那如果是肛交的部分，它的插入者的部分，它的感染机会大概也是差不多0.3，可是接受者大概它的可感染的机会大概就会是1-3%，所以相对性会高。本国之艾滋病感染者已经突破20,000人了，平均每年增加1800人左右。感染途径以无安全的性行为比例上高66%，基础是正卖主毒品的人占着32%。但要注意的是，少年人感染着艾滋病有增加趋势。去年通报感染者内底，年岁上13岁。民间团体是认为，政府用经济预算来做这个检查，不如对艾滋病防治宣导开始，让艾滋病迈向污名化。如此一来，民众才袂因为资讯不足而惊吓。太过于强调说，去进行筛检，但是忽略了，其实很多人他感染之后，更担心的不只是健康，其实是担心被社会歧视，被职场上排挤，被家人排挤。拄好，即嘛是寒假，煞来过西洋的情人节，互你出提醒，避免多重的性伴侣性行为，爱全部用这个保险套，定期来体会检查，会当降低感染到艾滋病机会。千万莫有这种自私的心态，无食感染到一世人爱食药啊咯。记者陈报道。